最喜爱的神魔女将，得到最多票数的女将就是这次活动的冠军了。那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们还有加码虚宝给大家，只要今天投票除了有原本的魔法石之外呢，我们还有另外要送给大家另外两个虚宝要送给所有现场的朋友。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投票，最后一天，希望大家我们截止日期是到晚上8点钟，晚上8点钟。所以如果今天来的电玩展能拿到很多石头的朋友，回去赶快把石头投给你心仪的女将们吧。哇，啊，真的有很多丰富的奖品呢，今天。而且有神魔会帮我们冠军的女将设计一个专属角色，出现在神魔之塔的世界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有喜欢的女将，你想要天天登入神魔都看到你喜欢的女将，就千万不要忘记去投票哦。对，在我们的神魔世界，有我们的 CEO Perry 神魔之塔的代言人陈妍希，以及之前的代言人 Big Ben。所以你想要那个女将成为下一位真人的角色呢？所以呢，你就要一定要留意我们今天活动的结果喽。没错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投票。那除了刚刚介绍精彩的表演之外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游戏，会邀请召唤师一起到台上来玩。召唤师除了可以看女将还有达人同台之外呢，还可以获得丰富的周边哦。好，那每天的11点、15点、1点跟3点钟，我们召唤师还可以到舞台前方来参加舞台人品小爆发。顾名思义，玩家可以在这个环节得到一次人品小爆发的机会，而且呢，还会邀请女将跟达人在这个环节进行比赛，来一次那个钻珠较量。